亚东科技大学科大揭牌暨53周年校庆典礼。非常荣幸啊，在53年的创校历史当中，以及今天改名科大的揭牌典礼当中，有这么多贵宾啊，来帮我们加持跟勉励啊。还是要感谢我们习董事长的用心，然后呢，在发展他的集团企业的同时，也配合政府政策来培育这些所谓的科技的人才，今天一定会超越昨天，明天一定会比今天更好。谢谢亚东科技大学改制以及53年的校庆，生日快乐！更祝福超越自己。当学校努力往前，我想教育部一定会更支持学校。我们一起共同为我们技职产业人才来尽一份力，我们来培养我们产业需要的能够集战力的人才。好，希望我们各个学校一样朝着这个目标，一起来为我们的技职人才共同的来努力。科大要一个 model 出来，能够使得我们的台湾能够更向前走。我们是很 open，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跟各地都能够打成一片。我们是工业人，没有政治化，完全是为了时代，为了社会，为了人民，为了各地方，为将来。正正进行长照的被照顾的情况下，先来我们这里上课。